现在大家就讲到说啊，这个数位媒体啊这些的这个过来，那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媒体的这个行业，就是说您看到这个，就作为一个老媒体人，您觉得什么是改变的，什么是没有变的？我觉得哈，那个现在的记者哈，一定是多功能的，就是你知道，像我们以前啊做记者，那个因为分工很严，大家那时候说老实话比较有钱嘛，可以雇很多人，所以连我稿子写过去以后都是后制，所谓的后制哈，就是编辑帮我们下标题啊、下小标题啊、写前言啊。那现在我们等于是说全部要一起包，其实那样子反而是比较有效率，因为逼得你哈，你的写作者哈，你要先把你的重点把它写出来，因为你要自己下标题。事实上像从我开始写作写书以来，每个标题其实都是我下的，我自己下每一张的标题，然后我觉得只有作者才最知道这个东西。那然后还有啊，很多很多那个变化，以前我们从来不上电视的，也不上广播，后来我们要开始去上电视上广播去 promote 你自己的文章啊。那再来就是说现在每个杂志都有影音室，所以你每一期出来以后你要自己去 promote， 他要访问你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记者哈，他变成多能工以后，反而让他的思考比较广阔一点，而且不会说是不会说是哦，我只是写作的。你要把自己定位成不同的人，是一个等于像 producer 制作一样，你要自己决定你怎么样去 promote 你的文章，怎么样行销，那你就对跟读者或者跟观众会更密切的联系。那我相信哈，其实很多像数位媒体现在像 New York Times 它转型的不错，它现在很多人订，然后另外还有 Wall Street Journal 也转型的很好。我觉得还是你这个媒体啊，怎么样 offer unique content， unique 就是很独特的内容。例如像我在天下杂志的时候，虽然我是写杂志稿，也许是没有时效性，但是我有几个专题哈，我到现在还 very proud of， 因为那个哈就是领先其他媒体。第一个是大的是，就是我在2006年写了一个那个如何控制金融怪兽，就是那时候很多金控公司，那这些金控公司的成立常常里面都有很多利益输送，那个以后才开始大家像那个李涛那个节目才开始大打这种陈水扁的金控啊，还有陈水扁贪污的事情。那另外还有我觉得我很 proud， 我在2003年就写了一篇台湾变貌，就是那时候还叫外籍新娘呢，现在我们都要外配啊，外籍配偶，就是很多都已经到我们台湾来。其实他们因为我们台湾的生育率又很低，他们就会生两个小孩，所以到后来台湾可能是10分之1的人其实都是混血儿。所以我觉得那一次也是一个很领先的题材，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注意到。